些单品。那因为我的身高是152公分，真的很矮，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差不多这个身高的女生，你可以如果喜欢我的挑选，那你就可以去赶快买。那这件是 Zara 的，其实我们矮的女生她就是很怕很垂很贴身的东西，尤其如果你又没有很瘦，然后很瘦的话又怕说穿起来会很单薄，那这件是完全不会。哦，好像在卖我自己的东西哦。它就是磅数很够，所以它穿起来非常挺，它就会帮你修身。对，然后呢，上面合身，下面窄，又不会到太窄，所以就是很利落，又不会抬，然后也不会有挤肉的风险。它做的非常高腰，然后这边又打折，所以整个像马甲一样竖上来，两边又有口袋，看到侧面。做很高腰，所以你整个会看起来，你的视觉高度会变，好比说我152，可能就会变158。我不会跟你讲那个什么，你知道，很高很高的那个，我不会说哇超显腿，像170、170，不会，我是很实在的人，好不好？好，在后面，对，那我前面就是稍微样子扎一下，然后我就是超喜欢。我昨天去试穿的时候，我先穿白色、米白色，然后再穿杏色，都超喜欢的。但我昨天就想说算了，我先买米白色好了，结果今天想想不对，赶快再去买杏色。当下现场的 XS， 我都是穿 XS 嘛，现场的 XS 就是剩最后一件，被我给摸掉了，呼哈哈。好了，反正我就很开心，然后跟我去的朋友他也马上购入，然后这件白色的米白色的我姐妹也马上购入另外一件，所以就是真的是很百搭，不管你是上班还是休闲，或者是你要拍穿搭什么，就是你的身高如果是跟我一样差不多这样的话，这件裤子很值得入手。因为我们不能随便买裤子，我是没有办法看网拍，然后他们就会说，像网拍界他可能158公分的女生就是算矮的了，就是他们自己会说啊，我们请比较矮的，然后就是158公分。可是对我们来说，那个真的不是矮，因为差5公分真的差很多。所以我每次都一定要试穿。那我今天就是穿到这个，我就觉得哦，一定要分享一下。好，然后换杏色给大家看。好，第二套，不是第二套，就是第二件，就是这个颜色，刚刚那一件，米白色西装裤的杏色。我比较喜欢这个色，好好看哦，快去买！我怕被买光，所以矮个子们快去 Zara， 现在冲去！很好看吧？我这就是配，我现在就是配比较那个低的拖鞋了。然后杏色真的质感超好的，你就算搭全身性也超帅。真的就是，来，我就让你们看颜色而已，因为刚刚已经都介绍过了，超好看的。哇，这件上衣也是 Zara 的，超好看，就是这有个小领巾，有没有？你就我姐妹说这好适合我，我就不用跟我儿子抢了。所以你知道妈妈们，你知道跟儿子一样，跟你儿子女儿一样的，旁边又有一点你知道削肩，所以就是你知道不会嫌你的手臂很粗。好，真的太好看了。幸好我有去买，真的幸好。好，那我现在就是要讲下一套了，就是下一个版型。这个两件米蓝色跟这个杏色是同一件，然后它有可能会被埋在，我不知道别间 Zara， 但是像黑色、灰色、蓝色比较基础色调的，它就摆在比较显眼的地方。可是像这个杏色跟米白色，它会就会搭配在衣服的后面，所以就是你要去翻找，不然就是你直接问那个那边的服务小姐。 OK， 就这样。这里看，就算穿低跟它也是落在我的脚掌，有没有？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很垂坠，然后整个把你的比例拉低，然后因为它真的很高腰，所以真的赶快去买。这套呢，我不知道现在我会变得多黑，因为这整个黑，然后我灯光又是黄光，所以如果看起来有点黑的话，大家请见谅，我是没有到非常黑。对，这件我跟你讲，从以前我就很不敢穿这么宽的牛仔裤，
你说如果是那种喇叭宽裤我还敢，可是这个真的是我第一件买的这么宽的牛仔裤。第一个我是目测，我想说好像为什么全部的牛仔裤都是这个款式，但是我又想要试试看。你也知道就是年纪稍长就想说好像应该要突破以前的一些不敢尝试这样。那这件一样非常高腰，跟刚刚的西装裤一样，都是在这边，我的肋骨就在这，所以它整个就是会把你比例拉好。对，那它的宽度又不会到非常宽，就不会像你知道就是要跳 hip hop 的感觉啊。对不起，我律动没有很好。对，然后你看它的裤管也是在我的脚掌边缘，所以你就算要放下来也可以。然后你如果要把它折，因为我看我姐妹，因为我买完这件之后，我就去跟我姐妹见面，结果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所以她也有白色，好像也有蓝色跟一些深蓝色的。你也可以折，或者是再折更窄，更短这样。但是因为我还是想要我的视觉比例是比较修长的，所以我就是还是会放下来，然后穿个球鞋。那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穿球鞋，画面上面看不出来我觉得的好看，所以我就脱鞋子让你们看，那超好看的，就是整个就是如果你是跟我差，我是152公分44公斤，最近胖了2公斤，所以你现在看到是胖2公斤的我。那我一般都是穿 XS 的，这个穿 XS 就是刚刚好完全，所以你如果比我高又比我稍微好比说你48公斤然后158公分，就可以买 S 的，整个就是非常很优秀。一样有口袋，我耍帅一下，喜欢的赶快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有。后面，对，上身也是 Zara 的，这件很便宜，好像490块吧。我现在介绍的所有裤子都不超过1300，这样子有听懂吗？不超过1300就是1290，所以呢，真的很便宜。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集聚的裤子这样子应该算便宜吧？你喜欢 Zara 你就赶快去入手。我要换下一套，好，这件特别要介绍，我很少，非常少买这种大洋装。大洋装的意思就是连身的，然后又是全身的，看起来就是我穿会直接变婚纱的那种，我很少买。这件是我无意间，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就说你去试试看啊，然后结果我试了，发现刚刚好。如果你有什么需求要穿到这种大洋装的人，赶快去！最近有人结婚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买了。它本来应该是这么长，这样子就是这样。但是我通常因为我比较小只，所以我都会想要露出比较多的一点点皮肤，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在穿，你知道，我又没有奶，也没有腿可以露，所以呢，通常我就露出我的前半段，知道吗？对，好，这件就是缎面的，然后一体成型，旁边有拉链，所以上厕所直接这样子拉起来就可以上了，你知道吗？它会刚刚好卡在我的腰上面，所以比例也不会奇怪。因为通常我如果买国外品牌的大洋装，通常它的腰线不会做到这么高，它会在下面一点，所以对矮的人来说，这样子比例就已经很冲突了，就是会整个拉低你的身高。所以这件真的是很赞，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而且它这个是它的这个裙摆啊，这边有压线，然后这边有压线，所以它是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飘逸感。算了，可能都看差不多。这样后面是这样，那前面就是大瓦 V， 那你可以就是配个项链，还是胸部你要给它挤出一条纳尼亚海沟也可以。对，真的很喜欢哦，天哪！好了，没事。这件呢不到2000，不到2000的意思是什么？就是1990，所以赶快去抢购。我是穿 XS 的，如果你比我高或比我再体重多一点，那你就买 S 的，这样 OK。结束，我想要快点的拍完这些东西，因为我如果收进去我就懒惰了，所以我刚刚一回来我就马上架好东西马上拍，然后大胖子吵我马上跟他说不要吵，我在录影。好，就这样啊，超级推荐，哇哇哇！好，没事，大家拜拜，拜拜，嗨。
嗨大家，我拍完了。其实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身高跟我的体重不是最不我比较最矮，但是又不是最瘦，所以我的身高很容易穿衣服出错误。但是因为可能很多人看到我本人，他不会马上觉得我是152公分，他可能就会以为我是155、158。那这样对我来说就已经有到效果，就是对于因为我不常穿，我除了上班以外，我不常穿高跟鞋，我通常都穿拖鞋或者是布鞋。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常常穿的不要这么比例不好，那就是在裤子上面着手，然后可能就是穿短版一点衣服或者是怎么样，对，就差不多这样。那如果有兴趣的人，你也可以赶快去购入，然后记得要试穿，一定要试穿，因为像我们这种身高的人，你一不小心真的就出错了，那所以你穿裤子的时候一定要试穿再买。好，谢谢大家，拜拜。